下面我讲一讲这个八卦双月，八卦双月，看看啊，这个样子是这样子啊，两个月牙，人家说两个月亮这样交叉，同时呢是两个，那么它叫现在叫做八卦双月，这个月呢来历呢原来不叫这个名字，叫做。 日月双连，第一个时候叫日月双连，就是镰刀，我是拿割东西啊，这个镰刀一样，所以它原来起了这个名字。后来呢，是两个，两个呢又叫什么？又叫乾坤剑。看看啊，这个样子呢，虽然是弯的，但是它的剑的那个形状是一样。这边有刃，这边有刃，这边有尖，这几个都是同样的，同样的。 后来呢，他又叫做，这个也叫鹿角，鹿角剑，啊，就跟那个鹿角刀啊，鹿角，为什么说呢？它多刀多刃，一个叉一个叉的，就跟那个鹿角似的，所以又叫做鹿角刀。再后来有人给他起名字叫做啊，子午鸳鸯月啊，子午，就是说。 这个也得是月亮嘛，有子有午，子是午时的月亮。那么这个月亮呢，为什么叫做这个鸳鸯月呢？这因为它是两个在一起使用啊，没得手。那么现在通用的名字呢，这个器件呢，它叫做双月。这个双月是由东海川所创，东海川所创呢。 所以，倘若说是练八卦掌才有这种双月，后来又叫做八卦双月，也得说在八卦掌当中，八卦掌这个门派当中的一种啊特有的一种器械，别的门派到现在还没有练这个双月呢。为什么？它是用这种月，东海川。 进北京的时候，就带着双月去了。带双月，它是携带方便啊，它小个子很小，这样一个过去啊，就一个大脸啊，它兜一搁啊，也看不见。它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携带它比较方便。这也算一种短器械啊，短器械。说它的练法的话呢，练起来呢，还是它这个身法步法，还是走这个。 八卦掌这种游身之术啊，比较漂亮，比较漂亮。所以说呢，这是整整起见的话呢，走起来它的身法步伐还是这样。它有什么特点呢？也就是说，它多刀多刃，怎么去都成啊，怎么去都成，哪儿都能用。前边这个月亮啊，还要把手要护住了。假如说对方来的剑，可以挡，可以叫啊。一会儿咱们再讲这个用法的时候。 要多讲一些这，它的这个作用啊，哪一点是干什么用的？所以这个双月啊，现在很流行。那么东海川创了这个月以后，这一直都继承到现在，人们呢还特别喜欢这个，这种练法，练起来是姿势优美啊。它的特点，你别看是短啊，练起来用起来。 这叫短剑长用，别看这短，练起来叭就很远，缩则团，一缩一个小团啊，就是放则波大，缩则团，一出击多远，这叫做短器剑，得有长用，够得远，这样呢才适合于这个练法。它的用法，但是很巧妙啊，使对方啊，就是说不好。 不好抵挡，啊，用法别看它什么啊，刚才我说了，哎，远了勾得远啊，缩则这叫放则颇大，缩则团。假如说路过器械来了，哎，注意你看着啊，哎，你一扎，我可以缩，哎，这一等，然后看没有，哎，就去了。他那枪已经在后边扎过了，啊，当他进枪的时候，在那个机会是比较。 最好的，还有一种拿，什么叫拿？这个月能把它拿住，
就是说来了，你看着啊，哎，你找我来了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用这一点给这一点给它别住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这别住以后呢，这儿很快的啊，一削就把那枪给扎进去了，一拽腾就能把他的枪给他拽走，啊，假如说这个还有别的，嗯，还有别的，你看这都是，啊。就是说你来还是找我啊，这用法很多，你看这儿一走，你看看下边啊啊都可以闪腿，那么他的气节已经超过了，他没有机会缩回去了。有的时候该用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近身啊，贴得身，这样的使他的长气节不好用了，不好用。假如啊对方是箭，注意啊，箭来了以后咱们也挡住它，哎好，你来了吧，你看我就会，你看这些东西都给挡住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中间呢把我那手也给护住了啊，不会说砍到我那手了啊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挡住，挡住以后这边可以随便用啊，可以去刀他的胳膊啊，也可以就是扎的阵的啊，就说进攻啊是下一步的问题。假如说再来，你好比说你那个刺箭，哎刺，你看啊，看见没有，哎就过去了，这样他回不来了，这样的话这边可以进攻的啊。还有的是好比说你来你刺，哎把你如果这样在这边了，哎就可以这样劈他啊，连劈，用这个尖使尖，用这儿啊是这个人啊挑啊，也叫滑，你看你别看这样挑，这样挑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尖挑，这个尖挑不了，那这是一个刃，哎就可以一滑，哎这样的也很方便的，所以这双月用起来很方便，也得说这个月这是一个八卦门派中的一种这个特有的一种兵器，也得说在在这个冷兵器时代，它用起来是比较方便。这个钺的练法要注意啊，因为它是多刀多肉啊，搞不好要伤到自己，伤到自己不行，还得要好用啊。你看看啊，假如说我啊，它跟这掌不一样，如果这个手要往后去。不要这样去，这样去的话就会误伤自己啊，这个刃啊就会刀到自己，那么路过自己身体的时候一般是这样过去啊，往前去的话呢也是这样过去啊，也不要这样过去，这样过去也会伤到自己呢。你看着啊，假如说我有这个动作就哎就这儿去啊，这儿去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穿。穿掌如果在练掌的时候啊，由于在这个包括是将在底下走，这个不可以啊，说这儿过去了上去、那么上去呢这是直着过去，直着过去呢再翻转，翻转在这个往下腰往下腰这儿起下去的话呢是哎就可以了啊，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所以练起来呢也是比较流畅的。下边呢由我的徒弟李春玲他那个来讲解和演练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要讲一下八卦双钺，它呢是短兵器双兵器，那么这个钺是八卦门中独门兵器，由我们的祖师爷创始人董海川所创，那么它便于携带，那么短兵器而且多刀多刃，非常的好用，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破长兵器，那么在其他的兵器在其他门派中都有，那么这个钺呢就是只要你一练钺的时候，那么很多人就知道 OK 你练的是八卦掌，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兵器。那么我们下面简单讲解一下哈，就是这个钺的各个部位的名称。那第一个呢讲的就是钺尖儿，中间呢叫钺刀，这有一分叉的地方就叫钺叉啊，也叫钺叉，后边的呢是钺角，下来的这个叫钺尾，前边的叫钺钩，
这一部分非常常用、好用的一部分叫做钺刀，那么手拿的这一部分就叫做钺柄啊，手柄的柄。 那么这个钺呢，双柄器，两手拿。好，当我们要用这个钺刀的上缘的时候，从下向上这个叫做挑这个动作。那么当我们要用这个钺刀下缘用这一部分的时候啊，用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做劈，然后劈刀啊，劈刀这叫劈钺，向下劈，劈下来。 那么这个我们用到这个下面这个钺刀的底部的时候，向下是切，那用上边的时候往上叫钩啊，这往上的时候用下边这个刀叫钩，用上边的就叫做挑。那么还有削钺啊，向里挂的时候，向里的时候就叫做削，用的是里侧啊。 当向外的时候，当然用的也是这钺刀的里侧这个刃儿，这个就叫做扫，向里削，向外就叫做扫，这个叫做推钺啊，平推钺。好，预备式，自然站立，放松。 自然呼吸，双脚跟靠拢，脚尖外展，呈45到60度之间都合适。这是预备式，好，起势，右手啊，右手先向上，向右抡起，左臂跟随，同时屈膝下蹲。 屈肘，同时屈肘，转回来，将钺送出啊，将钺分开。好，下面详细讲解这个动作啊。当屈膝下蹲的时候，右手先动抡开，左手也是屈肘跟随，双肘都弯曲之后向外分开，平推出去双钺。 钺在眼睛的高度，那么左脚先走啊，左脚先迈出，我们走到圈线上，走半圈，走到对面，这就叫第一式行步双托钺。好，下面我来连贯练一下这个预备式起势，还有第一个式子行步双托钺。那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起势的时候啊，向右后摆头。 要比较干脆啊，这样会利索。好，第二式乌龙翻江，第三式刑部推钺。 我先做一下慢动作啊，扣左脚，右手向里啊向左扭，扭腰，摆回来，右手从头顶绕一圈，走到起势的位置。好，下面详细讲解这个动作。这个时候眼睛是看着左手这个钺。 当扣左部的时候，右手钺调转头，顺着腰，再推出去啊，两只手都两个钺都在身体的左侧，面对这个向这个圆心。那么重心这个时候是落在后脚的，重心前移时，双钺平抡一圈。当前脚开始行动的时候，右手的钺。 绕头顶一周，这后边部分就叫做刑部推钺，走到起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做一下反面这个动作。
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就在那个正常的练习套路的位置来做一下正常的速度啊。 好，那么下面我把这个以上的这几个动作连贯的做一遍。 好，第四是回身撩一，第五是青龙出水。走到起势的位置的时候，扣左脚，眼右肘，向后摆右步，左手上扬了啊，右手往后掖，左脚扣到圈外，同时左盖右掖啊，左是左越是盖，右越是掖。 转右，摆脚，摆月翻过来，手心朝上。左脚的时候，右肘屈肘就是眼肘，看这月顺过来了啊，左月上扬。 向后往圈线上摆右脚，右越撤到右腰后边，啊，顺着身体撤过去，扣左脚时扣向圈外，同时在盖左越的时候，右越向后掖出，转身，这叫青龙出水，转身摆右脚，这时候我们就朝向了这个圆心方向。 下面我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第六式二龙戏珠，第七式青龙探爪，从这儿接。 二龙戏珠是指的两只手臂啊，两只月，上左步，再上右步呈弓步向前推出，这叫青龙探爪。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这部分啊。摆右脚之后，腕子向里勾啊，右腕向里勾，同时上左脚向前进步，脚尖可以稍向外摆。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，两条脚不要走一条线，这样别着自己哈，很难前进。在两条线路上，左肘同时，当右肘弯曲之后打开，左肘开始向里弯啊，向前推出，这个叫青龙探爪弓步。那再做一遍啊。 往里勾右越的时候，上左脚，当右脚开始前进时，左手勾越，右脚落地向前推越，叫青龙探爪。下面做一下连贯动作。 好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反面的动作啊。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这两个二龙戏珠，这往里勾越的这动作，不是勾到中线来啊，没有勾那么弯曲那么多。那从这里，主要是腕子的扭转，嗯，没有勾到圆心来，直接就推出去啊。主要是拧腕拧这个手臂啊，就两条手臂就像龙一样。 好，那这一部分呢？刚才这个动作呀，我们一个是讲究这个胳膊手腕子的拧转，还有一个就是腰。我们的身体呢不是直板板的啊。从这里开始弯曲的时候啊，这腰是向前弯的啊，腰就是臀部向前收，这个腰的命门穴这部分向后突出。
再向前推出的时候是打开的。青龙探爪打开，那下面我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好，第八是乌龙摆尾，第九是回头望月。我们来慢速的做一遍啊。到这儿青龙探爪，然后乌龙摆尾，右手画圈，向后摆步，扣左脚啊，也同样是左盖右掖，转身，这个动作叫回头望月啊，这动作叫回头望月。那下面我们详细讲解一下。从这儿青龙探爪，这前面的右手等于是画一个小圈啊，右腕活动，这个右腕使这个刀月刀能够勾到东西啊，画一圈向后摆，左脚摆步，右手掩，扣左脚的同时左盖右掖，向右后转身，这个叫回头望月，看着右手方向，两只脚都踩在这个圈线上。好，下面做一下这个连贯动作。哎，反面的啊，另外一面。好，第十式是叶下藏花，第十一秋风扫叶，十二鹞子钻天。好，这个时候两只脚都踩在圈线上，那么右手掌朝下，这个叶下藏花啊，这个左手落下来扣左脚送出去，这个指的叶下藏花是指右手是花啊，藏在这个左叶下。秋风扫叶，向右后摆右脚，同时抡开这个右月，那么左手再一次来做这个鹞子钻天，同时扣左脚。那我们的路线啊，降下来穿上去，这个时候脸就面对了这个圆心。好，再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几个动作啊。当扣左脚的时候，左跃下降啊，同时行动，左跃下降，右跃下降，左跃上穿，这时候就不至于碰到一起。上穿呢就在斜四十五度啊，斜上方的四十五度，那么右手掌朝下，左手掌朝上，向右后摆开右脚，同时把跃扫开，在做鹞子钻天的时候扣左脚，扣左脚的同时左跃下降，向上钻出，那两只跃呢就要让着一点，不要碰到一起。好，我再连贯做一下刚才这两个动作啊。好，十三是瀑布扫腿，十四是枯树盘根，这两个动作非常接近啊。我们接这个鹞子钻天，鹞子钻天，撤右腿，同时右跃扫开，右臂在右腿之上，那么摆右脚尖，重心前移，扣左脚，左手仍然保持这个姿势啊，再次的做瀑布扫开右跃，右臂在右腿之上。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枯树盘根，那么眼神呢就看着这右跃的前边。好，下面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好，十五式大蟒翻身，
接十六是转身盖月，从这个瀑布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当屈膝的时候，左月向右腋下，啊，叉出向后，扣左脚，身体后仰，前后臂尽量伸直，摆右脚向后，在圈线上，穿左月，扣右步，回身盖月。好，下面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两个动作。重心前移时摆右脚，当扣左脚的同时，就要左手跟着行动了啊，向右腋下插月。当翻身的时候，前后臂尽量向远伸，双掌心朝上，向后摆右脚，上左步同时将双月收到腰间，穿月向前穿月啊，这左月向上穿，斜上方，右月就收到了腰间，向右后转身挪右脚摆步盖月。那么右月不是伸得很长啊，但也不能靠近身体，这样危险。好，下面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好，十七狮子回头，十八是风火双轮，从这里接，是右脚在前啊。这个时候的动作呢，我们是左手心朝下，右手心朝上。当回头的时候，要做这动作叫狮子回头，撤右腿啊，右腿向后撤，同时摆步，拧转过来了啊。这个右本来是右手掌心朝上的，拧转过来朝上，啊，两只手变成了一个上一个下啊，右朝上，左朝下，到这里叫狮子回头。接下来我们要做风火双轮，那么这是同侧的运动啊，同侧运动，当上左脚时，你看两个月本来是平的啊，两个月顺起来了，当上左脚时往前劈左月，上右脚时劈右月，顺侧行动。我再来做一遍。好，左手掌心向下，右手掌心向上，当撤右腿向右转身，撤右腿时同时摆步，将右手掌拧转过来啊，右臂拧转，使右掌心朝上，左掌心朝下。我们接下来顺侧行动，上左脚时首先是在运动中把这月竖起来啊，再上左脚时向下劈左月，上右脚时扣步劈右月。好，下面我们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十九回身滑跃，二十鲤鱼穿梭。从这个风火双轮，这右脚是扣步啊，扣步之后转身，双月都是朝下啊，双月的这个手心都是朝下的。然后呢，右月顺侧啊，右月顺过从腰这里通路过之后，向上又是一个扣步向上穿，这个叫鲤鱼穿梭。这两式我来连贯做一下。风火双轮，右脚是扣步，转身向左转身摆右脚，双掌心都是朝下，上右步扣步，右月跟着右脚同时行动向前，又是扣右步向上穿月啊，斜上方穿右月。这个时候呢，右月就变成了右手的掌心就朝上了啊，下面的仍然朝下，右手的掌心朝上，到这里叫鲤鱼穿梭。那我来连贯做一下。
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78、179、180、181、182、183、184、185、186、187、188、189、190、191、192、193、194、195、196、197、198、199、201、202、202、203、204、205、206、207、208、209、210、211、212、213、214、215、216、217、218、219、220、221
瀑布下去，左手用那个大的月尖从上往下勾，右手拧转手臂，使右掌心朝上，重心前移，上右步同时推月，要进步穿刺。左月就在这个左侧腰这里啊，双月都是顺侧向上的啊，不是横过来的，都是顺着的。接下来这动作叫白蛇浮草，也是一个左瀑布向左转身。白蛇浮草，左臂在左腿之上，这个右臂和左臂形成一个对拉力啊，对拉力，两个月都是横的啊，都是平的，往左看，看什么位置呢？看这个月之外一米的地方啊，不是正好盯着这个月，那样会显得目光短浅了啊，往外看，月之外一米远。好，到这里。好，下面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练一遍啊。鲤鱼穿梭，回身拿月，进步穿刺，白蛇浮草。24进步推月，25浮云盖顶，从白蛇浮草开始接，摆左脚尖，右脚是扣步啊，向下推月，这个左手在上啊，两个掌心相对，向左摆脚啊，向左摆脚，身体后仰，这时候呢两个手心啊都是朝上的，这叫浮云盖顶，从头上转一圈滑过来。好，下面详细讲解一下这两个动作。从这里开始，先摆左脚尖，重心前移，不要站得太高，右月下降，从腰间路过向前，扣右脚向下，斜下方推月，摆左脚的同时挥这个左月啊，摆左脚的同时挥左月。那么刚才的呢，右脚呢进步的时候就是扣步啊，如果你刚才进步的时候是直步向前，等一下往后转身就不方便了，所以这个进步从这里进步推月，进步推月开始就是扣步，然后向后转身摆脚，这样才站得稳，这双掌心都是朝上，到这里叫浮云盖顶。26进步盖月，27狮子回头。那我们就提醒一下啊，这刚才这些动作呀，包括我们接下来这几个动作，都是沿着圈线行走的。浮云盖顶，进右步，右月向前盖啊，这样进步盖月，转身摆左脚，转身摆左脚之后叫狮子回头啊，这个时候呢是双掌心朝下。好，我们详细讲解啊。浮云盖顶的时候，我们是双手心都是朝上的，进右步，同时双月开始一起收啊，展开都展，收都收。好，进步的时候收，盖过去啊，再来，收一点，从头顶盖过去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右手心朝下，左手心左臂拧转，左手心朝上，再转左，摆左脚，变成了双掌心朝下。我来连贯做一下。浮云盖顶，
进步盖月，狮子回头，重心在中间，好，做一下连贯动作。另一个角度啊，28哪吒探海，29顺风扯旗，进步盖月，狮子回头，哪吒探海，踢腿的啊，提膝点脚，左跃向上，右跃推出，顺风扯旗，向右后摆脚啊，这脚踢起来之后往右后落，身体右转，同时呢这个跃双跃，固定这个姿势，随身体的旋转转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我详细讲解一下，左跃向上提，同时右跃右脚出去啊，摆右脚落地，随着身体的右转，两个跃就调到了这个角度啊，来连贯做一下。30抽身换影，31顺风扯旗，从这里开始，左脚扣一圈，双跃在头顶，都各绕一周，这个叫抽身换影，左势向左摆脚，向左转身，摆跃带过来，到这里叫顺风扯旗。我详细讲解一下啊，左脚扣一圈，左手先动啊，左手先动，随着脚的扣步，左手先绕一周，右手再绕一周，右脚再挪一步，向右后扭腰，眼睛同时向后看，身体往左转，摆左脚，双跃固定这个姿势，两掌心相对，到这里叫顺风扯旗。好，我们来详细讲解这个手的动作啊，从这个位置，双掌心是相对的，左手从头顶啊，保持这个姿势，从头顶绕一周，翻转，掌心朝上了啊，再看一遍，掌心朝下，从头顶上绕一周，翻转手变成了掌心朝上，那么右手呢，本来是掌心朝上的，从头顶绕一周，盖下来变成了掌心朝下啊，我们能看到吧，这个双掌心本来是相对的，当各自绕头一周之后仍然相对，但却调转了方向了啊，两只手都转了方向，原本是右朝上左朝下相对，转一圈之后变成了右手朝下左手朝上了，左手心朝上。好，我来做一下，那我来连贯的做一下这个动作。做一下反面的动作。抽身换影。顺风扯旗。那么在这个动作里边需要注意的就是扭腰。当我们做这个抽身换影的时候，扣左脚一周，挪右脚之后啊，这个腰尽量向后扭转，脚是本来双脚尖都是朝着圆心的啊，朝着圈里，腰尽量向后扭转，等于是看着圈外了。32
抽身换影，三十三，顺水推舟。那么刚才做的这个是右式的啊，右式的抽身换影，顺风扯旗。接下来做的就是左式的抽身换影，直接顺水推舟，就是向前走，推跃，这叫顺水推舟。那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啊，右式的抽身换影，顺风扯旗，向左扣，这到这里叫左式的抽身换影，摆左脚向前走之后，前进沿着圈线行走，向出推跃，一边走一边推跃啊，叫顺水推舟。那这里强调的呢，就是这个掌心，掌心本来我们刚才说了啊，向右的时候，向右做这个抽身换影的时候，双掌心相对，扣左脚，移右脚，啊，反转了左右手之后，仍然是双掌心相对啊，向左顺风扯旗，这一次仍然翻转，现在是左朝左掌心朝上，右掌心朝下，翻转之后又变成了左右相对。但是仍然换了方向啊，左掌心朝下，右掌心朝上。那么这个右掌心从这里啊，开始从腰部开始，随着走圈向前推出。下面我把之前的这几个动作来连贯的做一遍啊。三十四，回身插月；三十五，陌身拦腰；三十六，回身刺月。那我们这个顺水推舟开始啊，就走到起势的位置啊，走到起势的位置之后，扣左脚，左手回身插月，身体向左扭转，向右转摆右脚，这样陌身拦腰转一圈，再扣左脚之后转身拧转右臂。回身插月啊，到这里，再来一遍，顺水推舟，走到起势的位置，扣左脚，先勾左月，再右月，向右转身摆脚，扣左脚，拧转右手，转身推月。好，下面做一下这个连贯动作。三十七，狮子回头；三十八，横扫千军。那我们这几个动作呢，就是在起势的位置完成的啊，连接刚才的转身刺月，狮子回头向右后转身摆月，连接扣右步穿越。这时候这个刚才的动作叫做狮子回头，连接一个穿越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马步啊，左脚撤马步，这个叫横扫千军，将左手摆开，眼睛看左月，蹲好马步，到这里叫横扫千军。那我们来详细讲解这两个动作。从次月开始，向左后转身摆左脚，同时将左月划开，右月几乎保持不动啊，随身体稍微有一些扭转，扣右脚，同时右月翻腕，右月路过右侧腰，扣右脚时向斜上方穿越，双掌心都是向外的啊，右掌心向上，左掌心向下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打开左臂，这个动作叫横扫千军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右手先拧转右手腕啊，先翻右手腕，再打开左的，再打开左边，双掌心向下，蹲好马步，眼睛看左手。好，做一下这个连贯动作。
三十九，天王打伞，四十白蛇浮草。从这个横扫千军开始，天王打伞向右站立，左越滑过这个从上边滑过来啊，再接着仍然开左步，白蛇浮草，来连贯做一下啊。左越向上滑起来，从下边过去，啊，来详细讲解一下。 向右站立啊，左脚向右站立，左越调转方向，顺过来向上滑下来啊，等于是绕一个圈滑下来，同时右臂也向上啊。原本是这样，都是横开的，随着这个身体的站立，双越向上，右臂直接向上，左臂划一个圈下来，接着做白蛇浮草。 接着做白蛇浮草，仍然又回到刚才那个横扫千军的这个姿势啊，仍然是马步。哎，连贯做一下。41，白蛇缠身；42，白蛇吐信。 到这里，右手向左去啊，变成了左弓步，向右转，摆右脚，打开转一圈，扣左脚，右越从腰右腰处向前推出，提右膝啊，到这里叫白蛇吐信。好，我们来主要先讲一下手的动作啊，横着打开之后，右手向下调转方向。 向左去，再横扫打开啊，横着这一圈，白蛇缠身转一圈，基本保这个保证这个姿势啊，保持这个姿势转了一圈，往回勾曲肘，勾腕，从腰这里顺过来以后，平推出，这是手的动作啊，我们来讲脚的动作啊。 那这个动作呢，也同样我们是在圈线上练习的。那所面对的这个就是圆心啊，白蛇吐信，基本上是要往圆心方向去扎啊。马步变成左弓步，摆右脚，扣左脚一周，拧转右脚，提膝。 好，我把之前的这几个动作呢，来连续的练一遍。43，撤步扫腿；44，转身盖月。从白蛇吐信开始，向右后转身。 有一个穿越向斜上方穿越，这个时候摆右脚，保持左手姿势不动啊，然后左脚扣一圈，这个时候叫转身盖月啊，这个动作叫转身盖月。我来连贯做一下。 到这里叫转身盖月。 好，我们来换个角度来练一遍啊。好，我们来那个着重讲一下上半身的动作啊。白蛇吐信，右手右脚向后摆出，上左脚扣步穿左越，掌心朝上，向后摆右脚，左臂尽量不动啊，向后仰身盖月。下面讲一下脚的动作。 向右后摆脚，左脚上步向前是扣步啊，穿左越，右脚原地摆脚，左脚呢是扣一周，从拿起来的地方尽量还扣回这个地方去，到这里叫盖月。好，我们做一下连贯动作啊。
我们这些动作呢，就是沿着圈线行走了啊。我们在正常的练习的这个角度，到这里转身盖月，向右转，这个叫回身摇月，再起之后再一个进步摇月，这两个。那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啊。向右后转身，右扑步，向右跃，顺着右脚出去啊，向上挑起，往前移重心，在起身的时候同时摆一点右脚尖，左跃，随着左腿向前起身啊，两个扑步，来做一下连贯动作。47右式挑跃，48左式挑跃。那么这四个动作是连接是一样的啊，之前的两个是扑步下去的，然后连接的47是右式挑跃，就高一点，48左式挑跃啊，这四个动作呢是连在一起的，两个低两个高，那么是顺侧的行动，左手和左脚一起走，右手和右脚一起走。那么手臂呢要抡开啊，手臂抡开，不要抡小拳，直向上抡大拳，当上头到头顶的时候反手将月转过来顺下去，到了下边再顺过来，上边转到下边，顺着身体走啊，不要让自己受伤。好，我们做一下那这几个动作的连贯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讲一下这个手臂这个抡的这个动作啊。当我们这个手臂向上抡的时候，手心是朝里的啊，朝身体的里面，上到了头顶再逐渐就翻转，刚好在头顶这个位置翻转，手心向外，向下的时候等到了身体这个侧面的时候，我们又把它调过来了啊，手心又是向里，这个样呢就不容易受伤。翻，又转回来，顺下来啊，是这么旋转的。那么我们在做刚才这四个动作的时候呢，用腰去带动这个手臂，那么肩部也是会有扭转啊，这肩部也是会有扭转，而并不是说身体很正，然后只是旋转这个手臂，那么腰也会有旋转，肩也会有动啊，这样做是正确的。49式海底寻珠，这个动作呢和前边的抽身换影非常接近，但不完全一样啊。从这个左挑跃开始，扣右脚，左手在头顶绕一周摆左脚，扣右步挪左脚打过来，那么这个右手呢几乎动作很小，随着身体的旋转而旋转。好，我来详细讲一下。扣右脚时，双跃开始向上旋转啊，双跃，左手翻跃，掌心朝上，摆右脚时，左跃，在头顶绕一周，由掌心向上变成了掌心向下，那么这个姿势基本上固定，然后扣右脚一圈，从身体的跃，双跃从身体的右侧打到左侧，一上一下，双掌心相对。我来连贯做一下。50式右式海底寻珠，从这儿起啊，向右转身，同时双跃带过去啊，摆脚
月晃一圈在头顶啊，月在双月在头顶晃一圈，同时摆右脚，扣左脚一圈，挪右脚，将月打到身体的右侧。那当这个双月从这头顶绕过的时候，这两个月不是同时行动，它是有先有后，这样呢也避免能够撞到一起啊。 先走左月，再到右月，打出去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连贯动作：左月、右月、扣步。那我们呢，来着重说一下这手脚的配合。当扣右步的时候。 身体往左扭转，将左月向翻开啊，手心朝下变成了手心朝上。当摆左脚的时候，左月在头顶绕圈完成。扣右脚的时候，双月随身体的扭转不动啊。到了这个左脚移动的时候到位，那我们随着腰的扭转，将这个右月打到左膝前，左月在斜上方，在左侧的斜上方。 当我们要摆左脚的时候啊，这里有一个动作，就是用身体用腰去带这个月。当我们摆右脚时，就将左月划过来啊，有翻转这个手。当我们扣右左脚的时候，将右月翻转，到了这个身前的位置，随着右脚移动，扭腰，将左月打到右膝上方，右月。 在右侧的斜上方。好，咱们刚才这两个动作呢，方向就是还是沿着圈线行走，那么步伐呢是比较关键的啊。这个步伐看起来复杂，其实呢也就是摆扣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再讲步伐啊。 讲步伐，扣右脚之后扣在圈线上啊，摆到圈线上，再扣右脚360度扣在圈线上之后，挪动左脚仍然在圈线上，摆右脚也在圈线，扣，挪右脚，这些所有的运动，这个脚几乎都踩在圈线上啊。 不要忘记了这个方向，那么你的身体呢，就是面对圆心的，脸是面对圈里的，面对圆心。那下面呢，我来做一下这个左右海底寻珠的连贯动作。那么刚才这个动作呢，大家会有看到啊，在我做的时候有一个不同。 在哪里呢？当我们这个左式的海底寻珠做完了之后，哦，我们有先绕了一下这个腰，同时摆脚，啊，同时摆脚，并不是说身体很死板的扭转到右侧啊，先动腰，先晃这个腰，晃手臂，同时将这个右脚向外摆开。 51左右削月，这个时候呢是右弓步，身体向左扭转，变成了左弓步，右手的月削过来啊，削到左侧，到左手削月的时候呢，同时摆右脚，到这里叫左右削月啊。向左扭转，左月收到腰间向后。 使右月平抡啊，在身体在腰的位置，右月降低降到腰的位置，腰的高度去向后削，腰部尽量向后扭转，往回勾月啊，勾这个右腕，转身摆右脚，同时就把这个左月削过来，削到右边，掌心朝上，来连贯做一下这动作。
52式转身推跃，那么这里呢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之前这些动作呢，是前几个动作都是沿着圈线来练习的。那么这个动作呀，就像刚才这平消跃，我们是面对圆心的啊，身体是面对圆心，一摆脚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这个动作叫做转身推跃，是扣左脚的时候屈左肘，转身摆右脚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必须要面对这个圆心，必须面对圆心。无论你在圈的任何一个角度啊，向圆心里走，上步推跃。这推的越推的高度呢，就稍微的手低于肩一点，就比较合适啊。这右跃呢，就向上，双掌心都是朝外的啊。好，我来连贯做一下。 摆脚之后，扣左脚到圈外，屈左肘，向后掖出，向右后掖出，摆右脚，上左脚啊，左脚是进步，不是扣步，将跃，平推出，连贯做一下。 53行步推跃，那这个行步推跃呢，我们就要强调一下，你所走的这条线是刚好是这圈的直径，直直的朝圆心走，朝着你起势的方向啊，朝着你起势的方向就直接对着这个镜头。我们从那个开始接，右手先掖出之后再摆步，进左步，这时候右脚向右侧方。 上步，然后勾回双跃啊，上这个左步直直的走，推右步啊，上右步推右跃，然后呢左脚往左撤，又是一个勾跃，我们到了这里再同时推出这个左跃上左脚，啊，到这里叫行步推跃，那我来连贯做一下。 啊，我们强调一下这个步伐啊，从上一个开始接，扣左脚是扣到圈外的，向右后直接朝着圆心摆脚，上左脚直着走，走直线，右脚往右后撤步，左脚跟回来虚步，再上前到刚才的位置啊，直步进右步，撤左步，右脚跟回来变虚步，再直接走。 直推步。好，那我们来连贯练一下刚才的这几个动作。那我们需要提示的是哪里呢？当我们收的时候啊，收的时候根部回来以后，我们的身体可以下蹲啊，可以下蹲。推出去的时候是站高，收回来的时候是下蹲啊，蹲下去上身体变矮。那么这个跃呢，也是在这里能够体现出这个双兵器的好处，和这个跃这样兵器的一个特点。 你看这个，当右跃往回勾，刚好是拨开对方的兵器啊，拨开勾出去啊，勾出去之后，推下边的这个跃就是进攻，上边防守，下边进攻，上边防守，下边进攻。那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出彩的一段。那我来连贯练一下这个动作。 54，二龙吐虚。刚才我们连接上一个动作，做到最后这个动作向前是平推跃。那么这个脚步呢，脚尖是往里扣的啊，是扣步。那这个步伐不要太大，方便我们连贯下一个动作。右脚向左脚后插步。那么跃呢，右跃降下来，左跃也同时啊，屈左肘，向右后拧转。 拧转右臂，双推跃啊。
两个月都是往前推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步伐我们就要强调一下，这个左脚第一个出去这个动作，左脚是扣步。那么当撤右脚的时候，看左脚一个自然捻转啊，自然捻转是以脚跟为轴，让脚尖摆动。那么重心呢，多一半的重心是偏在右腿，所以你方便左脚的这个移动。来连贯做一下这动作，撤步屈双肘转身调顺左脚。好，我做一下横着的动作。55转身挂月。当我们这个二龙吐虚的时候，刚好对的是这个起势的这个方向啊，对着这主裁判席，那么刚好脚呢也踩在几乎就是这个圈线的边缘了。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向后啊，向后摆左脚，扣右脚穿越，然后是向左撤步，这回走的是之字形，向左撤步，同时把月挂出去啊，到这里。那我来连贯练一下，向左转身，向右脚扣右脚斜穿越，左脚撤步，之字形撤步，眼睛呢就随着这个左月看左边的方向啊。好，做一下连贯动作，二龙吐虚。56右势海底捞月，57左势海底捞月，从刚才这里接啊。那么右脚收回来，虚步到左边，右脚出去，这叫右势海底捞月。那这右手摆开的时候，左手上去啊，之后呢收左脚变虚步，又变成了右手上左手下。那来详细讲解一下这部分，从这儿开始接，收右脚时重心左移，同时屈右臂，左臂上扬，右腿右脚同时出去，这样右势海底捞月，重心右移，左腿和左臂都收回来啊，右臂上扬，左腿和左臂同时出去，左势海底捞月。那么直接连接的是上步挑月，上右步右月，从下向上挑出，这高度呢就与肩平就可以。好，连贯动作，58回身削腿，59进步双托月，这个上步上到圆圈上啊，上到圈线上，向右后撤步回身削腿，这个月呢顺着腿就过来了，到身的右侧。那么上左步同时是个扣步向上托月，那这个左脚站稳，那么右脚呢有捻动。那在练八卦掌的时候呢，其中的一只脚站稳了，另外一只脚有合理的捻动是允许的，但是双脚同时捻动就是不合理了。那我再来练一下，向后撤右脚，月同时下垂勾过来，上左脚，右脚合理捻动向上双托月，眼睛可以向上看。来连贯的练一下，60风轮月，
摆右脚，原地摆右脚啊，右月下垂，下垂之后左脚绕过右脚，仍然扣回原地啊，扣一周，那么左月跟随着过来，那就是风轮月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双月抡起来就像风轮一样，那这个动作呢，身体要尽量的后仰。原地摆右脚，刚好让出这个空，自然就下垂了啊，自然下垂过来。好，左扣左脚的时候，身体后仰。我来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61鹞子钻林，62鹞子钻天。当我们做这个风轮月啊，风轮月这风轮完成之后，这个右臂屈右臂要向右后掖出这个月的时候，我们的左脚内扣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，左脚内扣，这个掖出，这就叫鹞子钻林啊，鹞子钻林。鹞子钻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扣左脚。扣左脚钻左月，好，再详细讲解一下。风轮月之后，屈右臂，扣左脚，摆右脚，将右月推出啊，这就叫鹞子钻林。扣左脚，同时向上穿那个月，就叫鹞子钻天。那我来连贯的练一下这个动作。63燕子抄水，64腋下藏花。那我们从上一个动作开始接，扣右步之后，右臂啊向后撤，右步手臂伸直之后再转头做右弓步，右弓步这个时候呢，前边的右手月是立着推的，后边呢拧转左臂，使这个左掌心是朝上的，向左后撞，那么变成了马步，双手这个月呢都是平的，双掌心朝下，继续向左，然后翻转左月啊，翻转左月，扣左步，向右扭转腰部，那么这个月呢就是一上一下，手臂呢右臂不能太直了，左臂贴紧身体，双掌心相对。好，我来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好，那刚才演练的角度呢，就是在我们正常演练的那个位置上，那个方向。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做一下啊。右臂向后伸直，右臂之后再转头，右弓步向左，双月都是双掌心朝下，双月是平的，继续向左翻转左手，扣左步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开始扭转腰部啊，就把这个双月的姿势固定了。那我再来重复一遍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收势，腋下藏花，扣左脚，向右尽量的扭转腰部，在向左转的时候摆左脚，同时双月在头顶绕一圈，右脚扣一圈，右手穿上去啊，右掌心朝上，当右手穿到位的时候，同时将左月放下上扬，
双臂啊，双月在上边的时候，向前走一小步，左脚跟右脚，双月落下来放到小腹前，再上左脚一小步，跟右脚时，双月放到身体两侧，完成了这个整套的练习。好，下面先做一下这个收势的慢动作啊。好，做一下收势的连贯动作。